哋覺得活咗幾十年人嘅老人家啦，佢今日係老人家，但係其實佢係昨天嘅年輕人嚟嘅。佢哋都曾經後生過啦，即係佢哋都試過戀愛啦，試過反叛啦，都試過有懷疑人生嘅時候啦。佢哋呢啲經驗或者一啲叫經歷啦，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借鏡嘅，即係互相去有一啲交流喺當中。我叫阿 Sip， 咁就係嚟自老政工作室嘅。今次嘅展覽咧就叫做《不如問阿婆》。我哋個 office 咧以前就喺附近，我都係街坊嚟嘅，咁所以我就每一日咧都經過呢一頭嘅。咁去到舊年啦，就知道有呢個 Our Living Library， 見咗面之後，覺得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做一啲關於老人家嘅嘢，咁就開始醖釀呢個《不如問阿婆》呢一個展覽出嚟啦。我諗對大部分人嚟講咧，即係雖然大家喺活喺唔同嘅時代啦，即係有啲人早啲出世，有啲人遲啲出世，咁但係人生軌跡係好類似嘅，即係我哋都會諗拍拖啊、前途啊、生唔生仔啊，之之類類嘅關於人生嘅一啲課題啦。咁我諗我哋個對象其實係唔同年紀嘅人咯，即係唔一定係年輕人嘅，可能係已經係中年嘅階段嘅朋友。咁我諗將會面對嘅人生軌跡，可能同而家呢一刻嘅老人家係有少少相似。譬如大家都會老嘅，大家都會面對死亡嘅，大家都會面對仔女疏遠嘅。咁可能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大家有會分享到嘅一啲共同話題咯。咁而嗰個交流係可以係唔一定係講一啲智慧傳承咁沉重啦，其實可以比較平等啲嘅，大家喺同一條線上面有一啲對話、有啲交流嘅可能性。